BMW 192 M3 V8 光奥马排气阀门组。 内侧控制盒现在已经接线完成，在发动测试。啊，版本是选用 OBD2 的转速版本，连接 OBD2 的整电接头来读取转速，啊，再以遥控器来做适当时机的开启设定。 所以此辆车目前的设定在头段、中段插派，以及尾段的四出。尾段是使用超春排气管，它是属于直通型的回路，所以此辆车在发动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大。然后我们现在运用阿玛的阀门，将气流引导到后侧的大型消音头。 利用中间的空缺来做消音的处理。当阀门在开启的时候，气流导入消音筒内做灭音的动作。关闭的时候就排向原本的双筒释出来做排气。 声音上的差异。